不是错过今天晚上7:05，让我们3楼4楼船头的珊瑚大剧院将会是为大家准备的告别演出，时间将会是我们来自澳大利亚的魔术大师 Mark Carroll 为大家带来的精彩表演，不容错过。同时今天晚上9:30，在我们3楼船中的流冰剧院将会是为大家准备的荧光派对的时间，邀请所有朋友9:30前往到位于3楼船中的流冰剧院来参加到为大家准备的最后一个派对，就是我们的荧光派对，时间不见不散，谢谢。终于散了，不要回不穿了。